好，接下来问各位一个小问题。有人就写火箭，这里写太空梭，意思是一样。这里有个火箭喷水喷上去，太空梭就往上飞了。请问你，太空梭往上飞的力量是哪里来的？哪来的 ？OK， 你可以讲说，老师就是一种反作用力，可以。好，来，请问你谁给他的反作用力？空气给他的反作用力吗？还是谁给他的反作用力？是谁给他的反作用力？谁给他的力量？好，哪一个？这个是一个考试爱考，因为以前出错过，所以他考试是爱考。来，我们请可爱，这找谁？找大帅哥好了。找大帅哥叫22号，起立。哪来的？空气，很好，请坐下。历史的错误就是曾经以为它是空气给的，不是，不是，是废气给的。它把气体往外丢，我给气体一个作用力，气体给我一个反作用力，给我一个反作用力，就跟各位我请各位做活动那个吸管一样，你把那个吸管的气往外吹，吹出的气给吸管一个反作用力，所以吸管会向后退，意思一样的。要这样子，太空船在太空才可能调整姿势啊，太空没有空气啊。等一下我有影片，但是我不会录，因为又怕他说什么全球禁播有版权。他在太空上把气喷出去，给我的反作用力，我就调整我的姿势。那、啊、如果是空气，他根本不会动啊，根本不会动啊。所以不是空气给他的，是我排出的废气给我的反作用力。OK， 让他能够运动。火箭刚才的影片那个什么可乐的那个也是一样嘛，可乐气向下喷，然后他往上跑嘛，很好吧 ？OK。不是空气。这个影片我等一下再看，我说过我不要录下来，免得又被全球禁播。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。来，完全没有摩擦的冰面，你要怎么解释？方法很多种，随便你讲。有很恶心的方法，有稍微不恶心的方法，随便你，你只要讲对就好了，你只要讲对就好了，啊，你只要讲对就好了，啊，都可以的。来，我们要找可爱大美女。可爱大美女叫做13号，13有吗？13，你们有13吗？起立。方法很多，有恶心的跟不恶心的都可以。放屁啊！放屁！你这讲放屁啊？请坐。对，放屁就好了。我站在这里，我向后放个屁，我给屁的作用力，屁股的反作用力，我就向前了。还有，趴下去，趴下去，身上很多的铁钉啊、柱子，趴下去，我手前伸，钉个钉子，抓钉子一拉，我把这个向后拉，你把我往前拉，我这样子就这样一个走。再来，关吧。身上装一堆球，越重越好。向后丢球，球我给球作用力向后，球杆板就是向前，就往前跑了，都可以。所以方法很多种，所以自己看，反正呢就是要想办法找人给我一个作用力，让我能够往前走，或者说给我一个反作用力让我往前走。方法很多种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这就是我们给各位的小问题 ，OK。